小社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是的，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好嘞，我们今天的话来玩高空缆车。我现在是缆车的乘务，那个车长。你们是不是已经在等我来跟你们接你们了？是不是的？是的呢。好了，强哥来接你们喽。哎呀，怎么有一个买了票就走了呀？他觉得你的票太贵，这不因为你不是上幼儿园的车。我们这是观光车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要观光的是那个五指山。到了。来，各位乘客请上车。买票没有？啊？买票没有？哎，买票的。对啊，5块钱一趟票。那谁？5块钱，你太贵了。那谁上不上来？你落，快上车。又来个小黑，小黑上车，买票。把票买了没有？哇，你看小黑一上来，这个车都震了一下。你是有多重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个800斤的胖子？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各位的体重啊。首先，在开车之前。我们要有几点须知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咔嚓，好，安全带系好以后，我们要注意不要到处乱看啊，小心掉下去会摔得屁滚尿流，知道吧？好了，请大家不要随地大小便，车上是不能大小便的，好吧？也不能随地吐痰。万一涂到别人脸上不好是吧？你可以涂也不能吃零食。是的，好了，我们要发车了啊！现在是38438，是高空缆车出发了 ，Let's go！ 啊，现在我们的由我们讲解员温柔讲解员为你们讲解两边的风景。好，开始吧。两边是条河，我看不见。完了，那小梦那个傻子，他用的那个自杀器，他要死了。好吧，节哀，要回去接他吗？接个鬼呀，他自己傻，他为什么要用自杀器呢？哎呦完了，我车卡住了。哎，没事，可以走。好，现在温柔姐姐你介绍呀。前面是，我看看，前面是休息区。哇，想要吃蛋糕的下车了。下去啊？我不去，我觉得我一下车你就开走了。不会，你们下车。你看，别，你还不下去就吃完了。风信，你还不下去就吃完了，是不是？快吃蛋糕，快吃蛋糕。风信，你还不下去要吃完了。休息，哎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坏人。你看风信上去了，你们都吃完了，吃饱了没有？饱了。上车。哎，都上来了吗？上来了。我发现我们这一车怎么都是女孩子、啊、哇，你看你们吃了东西以后，这个车你看在这抖，有没有？你们是有多重？完了，车都花不动了，你看花不动了，它花不动 了。哎呀，你们这群人！哎，我左边看到一个岛，哎，一个岛吗？嗯，你介绍一下那个岛。完了，你们太沉了，它什么的？它可能是一个孤岛。孤岛吗？你们是吃了什么东西？这个车都跑不动了。介绍，快点啊！我这是一个特别高的岛，然后我啥也看不着，我这边可能刷新的比较慢。哦，那我来介绍吧。下面为你们介绍，在你们左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洞，知道吧？哇哦！那个洞你知道是什么洞吗？什么洞？没错，那就只是一个洞，不要想太多。我以为是那个花果山那个洞。好，现在在你们右边呢也是一个山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山像个什么？没错，它像一辆直升飞机。你看它头上那有草，看见没有？哇哦，那一坨草完全体现了它这个山的棱角点，非常的不错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温柔姐姐的脸啊，是吧？凹凸不平。什么情况？我的脸怎么就凹凸不平了？好了，现在的话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沙漠地表，看见没有？下面有沙子。是吧？沙子边上有湖、哦，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湖吗？知不知道？大家猜一下，这是什么湖？啊，你们猜一下，有没有人猜对？猜对有答案。洞庭湖不对，
贝加尔湖。不对，有人猜对吗？有人还有人猜吗？太湖，不对，没错，它什么湖都不叫，它就是一个池塘。好尴尬呀！好尴尬呀！我想打死你！你打死我！好，下面我们进入到这座山，没错，那个山上有南瓜，看见没有？嗯，那个南瓜是什么呢？那南瓜是什么？你们猜一下。那个南瓜就是一个南瓜吧？没错，那南瓜就是一个南瓜。好，我们进入到这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你们左边，看见没有？看到。这边是 有一个洞，有那么多树。你们知道树为什么不会开花吗？因为树本来就不会开花。没错，温柔姐姐就答对了，树本来就不会开花。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。对，这边的话可以看到风景秀丽，是吧？非常的惬意，是吧？啊，你看我们右边有湖，左边有山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山下面还有煤矿。你们知道这里最有名盛产的是什么吗？是矿。什么矿？煤矿。错了，这里盛产的是石头，你看，是吧？那个煤矿只有两朵，两颗，然后全部是石头。你看，蓉蓉姐姐又太笨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快要到终点了，看见没有？我们终点站到了。是的，我们要马上就要到第一地方了。哦吼，到了，没错，一到站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到了。现在的话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站到这块区域，就是看，这是正为你们打下的江山。这是一座山，对，这是一座江山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高空缆车啊，无厘头就到这里结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按钮。